挺搞笑的，今天这个。套路就不上了，不上了，他大概率狼开的，狼开上什么套路？放松，伙计。妈的，我说个这个就是洗，你们他这些人真的，果然。太离谱了，妈的，我说我今天人家这个博主，我只是说这个事。你们这些人真的好抽象啊。啥也没说，只是陈述人家这个博主的视频。笑死我了，都是人才，我看。你妈这弹幕真的太人才了。三级，16个刀，这哥们还红开了。红开了，他应该发现不了我在他蓝 buff 了。哦，他也是在我的蓝 buff 开的呀，在我蓝 buff 开的。可以啊。是得虚张声势吗？这个 A 惩挺不错的。哎，他刚好居然是在我蓝 buff 开的吗？这铁定是在我蓝 buff 开的呀。推荐吧。试试我吧。快推快推，这包月的，包月他。哎，怎么是我扛啊？走吧。说赚也不赚，我这波其实耽误了太多时间，都5分钟了，拿到这颗人头都还好，没拿到。不买穿甲，先买这个吧，穿甲我就不买了。
那螳螂打得可以啊，兄弟们，他这个反野的这人不是很像本地人呢、啊。有说法的呀，螳螂有说法，蛮会反野的，有说法有说法。但对面目前来说，龙王40多刀，可能有威胁。龙王刷了40多刀，漂亮，好闪，好闪，好闪！不交这个闪，这颗人头还拿不到。好，那对面这把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小带了，没有。开局直接找我蓝开，我蓝 buff 比我红 buff 刷的还快。我操！什么鬼？我那个地呢？那个号没打。那个号不是说地难度，那个号是纯狙击，打的场数多了点。那号狙击的人，那不是狙击的，因为那个区是哪个区来着？人比较少，你知道吗？那都是狙击的，那不是地狱难度。那么再地狱难度，我讲实话，不可能打个九局、四五局，你想想难成什么样子？对面的人那没有大师都是不可能的。我就记得那卡玛，那卡玛绝对是大师往上的呀，把把那么难，对面把把都有小的，兄弟，还有那个维，打的也相当厉害了，相对来讲，那号应该是狙击的比较频繁，对手太厉害了，把把，你什么概念呀？打个这种分段，打个九局五局都那么难，那不可能的。那纯是水友在对面，小带都应该没有那个实力。哦，螳螂在。干嘛？没蓝了呀！啊，你怎么还有大呀？想到好主意了吗？我想到他应该没大，突然一个大招好了。下去应该是被反了，应该是被反了，最后一次了。什么意思？下路吵架了？我来，
别走啊，兄弟！他走了，那咱们就反个野吧。唐僧打巨龙逃冲，不算快，不算快，挺慢的。我来，我帮一波下路。但是帮他确实压力很大，这人确实是。有眼是吧？拜拜。回去。哎，不接灯笼吗？哎呦，这个锤死！他大招应该好了。你啊！我的老天哪，你 Q 到了 E 他呀！哇！不然首轮应该开不出这个大，或者他开大对面跟不上伤害的。我看他 Q 到了不给 E。严谨，这把要有危险。对面下路发育很好，龙王发育很好，螳螂发育还行。要严谨，兄弟们，这把可能有危险，有危险。有个主要对面龙王加石头人，还是个文，必须要上态度了。哇哦！从现在开始一次不死直接超神吧，必须要一次不死加超神。这波你应该没大吧？你没大，你搁这装什么？他不可能有大的，好像他杀不掉。杀不掉，严谨。Nice， 哇，漂亮，炸死了！哇，这拉克斯的发育，我也应该要过去包了，应该活不下来。啊，不走吗？还在操作。这我咋去啊？放松，伙计。哇，这眼位。有点难打这一把，有点难打呀！小龙控不了，这锤石不好好玩游戏呀！
动个先锋。稳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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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们稳住，实际的维恩，维恩可能要针对一下，怎么还有个维恩在这呀？这不 BBQ 啊！小龙还有40秒，得推他。不推塔这把有点难赢啊，麻烦不断，这人不好好玩游戏呀、啊。
哇！没有千珏真的是没那么好操作。千珏还是比较好操作一点，蓝枪还是不行。我选英雄的时候就感觉这把我们是要拿千珏的，但这个号没有千珏，这蓝枪比千珏难操作太多了。就这种纯的打对面这种英雄阵容，还是千珏好。还是千珏好吧。怎么都这么抽象啊，这些人。哇，这帮逼真的是玩的令人头皮发昏啊。兄弟们是真的吗？头皮发昏，这些人。有点头皮发昏了。真有点头皮发昏。头皮发麻，头皮发麻了。哦，小火龙。头皮发麻呀。赶快偷塔，偷塔才能赢。偷塔才能赢游戏啊。只有偷塔才能赢游戏啊，兄弟们。试试我吧。
买个装备先，买个装备先。哇，天！天哪！麻烦不断。500攻击点，再拿点火龙，还行。给大家拍个少年士啊，兄弟们，没卡牌的兄弟们可以卡牌子抽个红包啊！少年开个红包，参与活动一定获得主播的粉丝牌。 我要去拆塔了！哇，这把真的也好危险啊，你知道吗？乱玩的，送人头的，还好。 还好啊，讲实话，这个小火龙打的已经相对来说可以了。是他这个英雄很无脑，你知道吗？还是有点作用的，不然这把游戏真可能要翻车的。哇，天哪，这太难了，兄弟。